各位朋友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那非常感谢所有朋友，那么每天呢收看我们奇迹标股这节目单元。台北股市呢，面对这一次美国跟伊朗之间这个纷争，那我们站在证券市场的一个投资人或指数的操作者，那该如何做出最标准的一些操作？我的看法是这样子哦，我们很快速看一下哦，台北股市今天开低，那走低。在盘中一度啦，最低呢跌到11,777点的一，可是呢，当它跌到11,777点之后，它又大拉了100点上来，来到11,899啊，中场又做一个压回。那请问，面对台股或者是国际股市，接下来该怎么看？我们先看答案好了。来，我们看哈，各位请看画面上你所看到的这个叫。皮尔衰布林通道，它针对明天，我现在跟你讲是明天哦，今天1月8号。那今天中场收盘收在11,817点。那么布林未来针对明天台股的看法，低点叫做11,755点，就是讲明仔台北股市如果有机会做一个压回，当它接近11,755，你要乐观，你做你放轻松乐观，你说真的吗？真的啦。可是相对的哦，如果在接下来在紧接而来，在今天晚上或在明天，台北股市很强，你买给你哈，11,878这里会有一个很重、很重、很重的压力。你说你怎么知道？阿甘美准对吧？金融市场在阿甘美准，所以我们做个参考嘛。我们讲过，人为镜。叫明德斯嘛，会对就会对，不会对就不会对，所以我们事后来看，来各位请看哦，我们往前看哦，这个过程事后看它是这样下来，是每天有高有低，有高有低，有高有低耶。如果我可以在每个高或每个低，每个高每个低，我提前一天都可以做好准备，我觉得最起码你会比较轻松了。所以好，我们把时间回到1月3号，来我们来看。好嘞，1月3号没有错吧？好，当天最高点12,197点。好，我们事后来看到，好，这是在1月3号当天的研究报告。我们的看法就是说，如果隔天台北股市的低点，它会守在11,959点，没有错吧？119，这我研究报告嘛，是1月3号的。然后我们就持续往下追踪啊。然后好。然后呢礼拜一就是1月6号。这是1月3号。这是1月6号。没有错吧，这个低点在哪里？在接近11,959点。就在这里。就在这里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好，1月6号他是又告诉我们了，那1月7号呢，1月7号的低点会发生在11,977点，然后就持续追踪啊。1月7号，好，所以1月7号是不是昨天，那低点是不是来到11,977，是不是来到接近这个点？都对了哈，那是昨天嘛，昨天1月7号，他怎么预估今天呢？他说今天的低点哦，1月8号的低点呢，会发生在11,000。各位看着他哈，北抓欧一嘛，丢都丢，唔丢都唔丢嘛。一共给点会来个11,798点。我们事后来看。今天台北股市的最低点是不是来到11,777底下？11,798大概在这里，11,798在这里了。哦，这里这个点，这个点叫11,798点。好，我把它画一条平行线。好，请问你，它是不是几乎
在今天的最低点附近告诉你这里有个多方支撑会发生，然后接下来有最低 有一度看到777出现一个翻转上扬，所以你可以看这边哈，这个叫11798。好，这都已经结束了，我们现在要看的是明天，所以我们来看明天哦。好，来针对明天的台北股市，他现在告诉你，明仔台北股市多头会发生在11755点，你讲会准无？我感觉讲安怎做买掉，好不好？你就放轻松啦。那就好像是在过去一个去年呐，去年十二月份，我有做了一个教学，来各位看一下哈，我有做了一个教学，就是说我们以前一个交易日，前一个交易日的最高跟最低，你可以针对未来做出评估，做出评估哈。我举个例子哈，这里哈，就刚好，这个是1月7号，1月7号呢，最高点叫12040，最低点叫11953，所以他告诉我们说，哦，下一个交易日，记住哈，接近11956996，这个是个最高点。好，那隔天来到接近，没有到，非常接近，那就这个方向代表996之下叫做空方，996之上叫做多方。好，我们往下继续看。好，接下来呢？紧接而来，这是昨天的，拍摄昨天哈，昨天的最高点叫11986，昨天的最低点叫11822，所以它的平均交易价是不是在11904？没有错吧？好，那么我们来看今天哈，今天从早上的开盘到盘中的最高到最低到中场收盘，11904，它是否都在11904之下？没有错吧？所以代表台北股市目前是空方掌握优势还是多方？空方。可是有朋友一定会这么讲，好，因为是11904，对不对？可是今天是开低盘啊，因为是空方，所以开低盘我加个半空，小米哎又起来，我们就输，对不对？不能，来来再回过来再一遍。特别所有的朋友你要注意看哈，来第一个，因为昨天的最高是11986，最低是11888822，所以在昨天收完盘，针对今天的台北股市，今天1月8号，我们得出一个数字叫904，就是说904以下叫空方。因为对我知道，所以今天一开盘我就给他看啊。你肖敏，你告诉我904以下叫空方嘛？所以开盘我空它嘛，结果我输嘛，我空一半哈，因为我就照你讲啦，904以下叫空啊，我就该空啊，啊空了之后呢，也没有大跌，然后就大涨，然后我这个空不就输？不是这样子做，我空一半哈，这个方式在评估方向，在评估目前整个结构，你可以用这个方式观察股价都可以哦，可是不是进场点，哦，有些朋友可能误会了，你说哦，那一下我就空。不是啦，他在告诉你目前的格局，接下来下一个交易日他的格局是空方还是多方，不是进场。那什么叫进场？进场叫 PSY。 举例，我举个例子，好好，这个就叫 PSY，这个是不是指数行进啊？底下就叫 PSY。 好，我们只要看下缘就好了，我慢慢讲，各位你看，这一条线，这条线可不可以帮我把这里放大，只要看 下半部，因为我们 只做指标说明，这里是不是叫-50，对吗？-50就是做多。好，再来这里，这里跟这里 是不是都是-50？好，什么意思呢？也就是说，当 PSY 这个指标跌落到-50，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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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-50呢，那就是做多。那相对的正50呢，就是半空。就是 PSY 这个指标它很简易，你就照着它做。所以我们来看哈，来跟各位做个简报。好，来。这就刚刚大家所看到的，从上个礼拜一直到今天嘛，上图就指数行进，那底下不就 PSY 吗 ？P
PSI 这个指标呢，上面这一条叫正五十，底下这个叫负五十，中间叫零轴。PSI 它简称我们叫 psychology， 所以用最前面的，跟心理上相关的，心理层面的，我就叫 PSI， 所以它有个名称叫心理线。那么一般的通用指标里面的心理线，它主要是零到一百，零到一百哈，就像 KD 指标一样，它是零到一百。可是呢，它主要就是说，如果 PSI 这个指标跌落二十，代表它超跌，市场呢，已经过度站在卖方了。它告诉你说，它随时有机会出现反转向上，啊，相对的哦。如果它达到80，突破80，你要小心。以 PSI 指标来看，叫过热。相对的，它在提醒你，我要做修正，这个就叫 PSI。我们为了要区分哈，我们的指标跟一般的通用指标不同，所以呢，我们的 PSI 本身没有天花板，我们没有所谓的100到0。那我们的做法就是正50要站在空方，负50要站在买方。那无论它是正50或负50，它最终都会回到这个零轴。然后呢，我们就来观察，从上个礼拜到今天1月8号，那不就这个叫正50，这里叫负50，这里负50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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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负50吗？没对吧？我们就算嘛。所以呢，那哪里是零轴呢？这里叫零，也就是说，当我在正50站在空方，它一定会跌，它一定会跌，它保证会跌，它不可能不跌，因为它是波动的。你不要管，先不管，我们先不管上面怎么走，我们讲底下，它就一定是波动的，它不可能不跌。嘿，那我扣两个代级，它不跌，我赔你，我不是保证你会赢，但是呢，PSI 正50不会跌下来，我告诉你，没有那种事，不可能。PSI 不跌，正50不跌下来，我赔。安内塞，我公开的，我话讲了，话已经讲出来了，因为它不可能不回跌零走。那相对的哦，负50呢，它肯定会回到零。你先不要管指数，还该不管呢？我想跟你讲 PSI， 它不回来这个零。他不回来这个零，我赔，我萧又明赔，安利在里面，全中华民国有看到节目的，你起码录音存证，我赔，你这样子啊？那我们所有的会员就只有一个指标，叫五分钟 PSI 哈。你说，哎，你有日线？对，我举例哈，我已经讲过，我每一笔都揭露，每一笔。好，来，各位请看，这是10月26号。12月是不是下日线？哦，你说算了，这是日线嘛？日线是不是1、2、3、4？那请问这里呢？这里是不是正50？对啊，啊，这里就正50啊，这里在一月二日，日线正50，对不对？啊，有会员说啊，你那个不够清楚，好，啊，你有清楚呗？12月2日，请问肖又明呢？是不是日线 PSI 正50？啊，你个无清楚，我无法度啊。白纸黑字，啊，今天是什么？1月8号。来，是不是？接，这从正50跌到零轴，这里跌了500点。这里从负50到零哦，这里负50到零，到零轴涨了400点。这里从正50到零，正50到零，跌了250点。啊，这不是正50，什么时阵正50？12月2日啊。啊，你讲安尼无清楚啊？12月27佫报告一摆，安尼佫无够清楚，我也无法度啊。啊，今仔日有回来零无？啊，今日回来零，主正50加零，安尼抬500点，安尼佫着500，啊，根本就多赚的，不多赢的。所有的会员哈，
你永远只操作一个指标，叫五分钟撇衰，好不好？五分钟除外的，来，一根手指头，每一位会员我都有主动提供你这个撇衰指标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就点撇衰，点了之后，我现在按它放掉。好，我们来看哦，是不是有五分、十分、十五分、二十分、三十分、六十分日线？全体会员只做一个指标，叫五分钟 PSI， 没有第二个。你说难道我不能做十、做十五、做二十？可以，可是如果这个样子就没有了标准，都没标准。我今天五分钟赢较济，我跟你讲五分钟，我消灭了哈。我今天二十分赢的比较多，而五分钟输，我就讲二十分整。那我请问你，我如果这么做，大家会不会批评我？包括我的会员会，因为肖敏，你没有一个标准，你没有个准则，你这么丢，你就讲多几行，多几行唔丢，你就不讲，那我不是夸大不实吗？啊，所以不行哈，所以我很标准。我们的做法，全体会员一律就只有一个指标，叫五分钟，五分钟除外的。我带你做，不是你自己做，就是我一定会发简讯通知你，我有通知你的你才做，我没有通知你，你自己做，你要自己算你的绩效，哎呀 ，OK 不？我们的标准绩效只有一个，就是五分钟 PSI。所以各位请看哈，哎，来，这一月三号、一月六号、一月七号、一月八号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我们就按照这样的前面那种两分钟后向您做简报。让您赢在股市第一场，立即拨打0800-555-8080800-555-808。不管是后壁号的风景，也是北部；不管是台湾，也是全世界，用心用爱，让后代子孙有更好的生活。2019风起云涌，创造未来，迈向成功。全胜大师一级棒，股票期货一把照。现在就给你富德投顾，让你赢在股市的第一场。立即拨打0800-555-8080800-555-808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我还是要讲了，到目前为止啦，就是从2018年的一月到现在这一秒钟截止。我还没有发现有任何指标它的成功率高于各位会员哦，高于我所提供给你的 PSI 这个指标，绝对没有。你说那很厉害吗？说很厉害其实也还好啦。2018年的1月到2019年的11月总共23个月，你如果依照5分钟 PSI 去操作指数型商品，五分钟就一个哈，正五十，任何一天正五十立个半康，负五十做多，然后临走就走，临走就走，临走就走，就这样呢，你就这么做，从2018年一月一直到2019年的11月，每一个月我都有揭露，每一笔我们研究报告上面我都有白纸黑字哦。你的成功率一定是90%，我讲我就负责。可是，在2019年的12月，就是上个月，真的绩效不好。你真的不好吗？对啊，你看呢、啊？因为我都有揭露啊，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。来，这是不是12月31？你咋一个嘛？哦，来，你看嘛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。
是不是总共有十二笔？正五十，正五十，正五十，负五十，负五十，正五十，负五十，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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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五十，负五十，负五十嘛？这十二笔交易里面，这个差就是错。这个差就是错，就是我这里正五十，这里零，啊，加正五十到零，这笔是没输，会，这笔负五十，零在这里，那这一笔是不是会输？好，这里是正五十，这笔来输不输？所以接能杀，是不是会输三笔？十二笔错一笔，成功率九十；十二笔错两笔，成功率八十；十二笔错三笔，成功率不剩七十，不七十到八十之间。是我们第一次单月份 PSY 的成功率未达 90%， 我讲我负责。那这个月呢，这个月到目前为止它又恢复它正常的成功率啦。哎，本可以青菜吃，我敢可以黑白说，今天是1月8号，我不在这里了。好，今天是一月八号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先看底下，这是不是日线啊？是不是一二三四？是不是一二三四？日线哦，它是日线哦，日线一定要做。那各位你放心，我会带你做，我会发简讯通知你，因为我没看到，不会，我一定会通知你。哎 ，OK 吗？你说日线来得及吗？来得及啊。日线是一天一根 K 棒，哎，怎么会来不及？日线它的 K 棒一根 K 棒就是一整天，不可能来不及的。所以呢，这个正五十到这个零轴，它就跌掉多少？一跌掉500点呢？啊，500点，国卡韩版立马赢一200点，我这么讲不过分吧？我没有要你赢它500点，你赢它200点可不可以？你在高点空。跌了500点，你赢不到200点，怎么有可能？好，这里负五十，这里零轴，涨了400点，你也不可能赢不到200点吧？好，过来，这里正五十，这里零，这250点，你好歹赢他100点吧？我讲对不对？好，加，落超过400点，落我没有要你赢400点的。赢个200，不然赢个100好不好？总会有吧。一二三四，啊，你家己讲你要偌济，这给谈的，因为这叫日线，这个部分我都有通知你，好啊。这叫5分钟，好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好，再看着它哈，来，所有的会员哈。听一下哈，什么叫新会员？新会员就是说，哦，很感谢大家你参加我，对不对？那我都有提供你这个指标，哦，装在您的手机上面。如果你参加你的会期未满一个月的，对，我现在参加三天，我参加两礼拜，我参加三礼拜都还未满一个月，你都叫新会员。OK 哈，新会员的做法两种，新会员两种，对，只有新会员可以哈。就是我正五十空的，或我负五十多的，我赢30点，我就走。那你这八笔，你会全胜，你就从这里赢到这里，你没有输任何一笔 ，OK？ 可是你会赢得少。资深会员不行，你不能赢30点走哈，你的操作就是零轴才可以走，零轴才可以。所以这一笔，你零轴走，你这笔来输啦，但输不了多少，5点，给给10点好不好？可是新会员这笔赢，你赢30点，但是呢，你这笔你都赢了少啊，你这笔起100点的，啊，你赢30点就赢到这里，所以资深会员你的做法就是只有一个零轴平仓，好吗？哦，但是新会员，因为我希望你有更高的成功率，就是几乎永远不会错，我每一笔都要对，那你赢30点就可以走了。啊，那 OK 吧，哈，所以呢，啊，如果说各位对我们的系统想进一步了解的，也欢迎你可以在节目结束过后联络我们的服务人员。节目最后祝福所有朋友阖家平安，身体健康，操作顺利，感谢您，谢谢，拜拜。本
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期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